众大家好，我是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堂圈传承人周元顺，明堂圈武馆主教练。周明镇是明堂圈再传承人之一，也是我的侄儿。85年大连市武术散打比赛中获得60公斤冠军。我师父侯和玉是河北常州。明堂圈武术大师，号常州小白龙。今天我们几人给大家伙演示下明堂圈的擒拿。擒拿讲究七打帅拿的一种。擒拿是讲拿筋拿骨拿穴位翻关节拿板。拿一点治全身。下边有我们四大名共同演示。当对方踢到我的下颚，我的右手踩住他的右臂向下打到裤前，右手抓住摁住他的肘尖往下夹力。对，夹住点。你手踢到我的太阳穴时，我这左手踩住他的右手上部，我的右手扣住他的肘尖往后拉，左手往前推。抨击当对方右手抓住的左肩，我的右手扣住他的左手，我的左臂往上翻，往下压，切他的关节。好。啊，对方的左手抓住我的左手，我的右手扣住他的左手，然后上步往后摆，右手往下前抬着腕。当对方踢我的下颚，我的手踩住他的右手往下走往后拉，左手套在他的肘窝里，然后左手右手过上踢往上撸，旋起来再这样。哎，对，往上开始。当对方右手抓我的右肩，我左手扣住对方的手，然后右手从里往外翻，压住他的腕。坐住。好。啊，这样。哎，对，当对方左手那抓住我的右手时，我的左手扣住他的手腕，我的右手往上卷压。哎，当对方抓住我的衣领，反过来踢我的脖子，我的左手就扣他的这个手，我的右手打上去，哎，二回上，哎，走，我的右手抓住他的手，我的左手扣住他的，往下卷，啊，当对方两手抓住我的上臂，我两手往里扣，压他的关节，往下头收缩，往下拉。腰和双手，我身子往下一沉，我的右脚踩他的脚，这时候他又突然间松懈。
今天我们明堂圈的演示到此结束。遇有哪方不对的地方，请大家同行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。如果有爱好者和同行人，可以直接找我交流和探讨。我的电话是15426-33792，周念顺。还有吗？我要在社会办个女子方面书的学习班，并且有爱好名堂拳的学生和成年人，请和我直接联系，联系电话在上。